然后这就是我们常规用的丙烯颜料啊，因为我没找到毛笔，我就用那个棉签了。不会烂的啊，毛笔比这个还要更软一点。你看这个我是用棉签，因为它是有一点这种半固体半液体的，它不是那种像水一样的，没关系的，哦，可以的，没问题的。